圣经，请下人翻起妙照。这回看上帝话，圣经新约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。了后，我用我的神降落帮肉体者，恁的囝、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，恁的老人要得到平安，恁的少年人要看异象。二十九节。在彼个日，我用我的神降落在罗伯、鲁比、新约、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节。十七节，在彼时，耶稣起头宣传讲：“恁着欢喜，因为天国近了。”十八节。耶稣行在加利利的海边，看见两个兄弟仔，就是西门叫做彼得，甲伊的兄弟安德烈，下网伫海，因为是讨海人。十九节，彼得甲因讲：“来跟我，我要予恁得着人，亲像讨鱼的。”二十节，因能放伫。放你开房来对伊，这是读经句，咱请少年读的副会长挂证件。马太福音第四四章十九节，伊着予甲恁讲来对我。我要让你们得到人亲像讨喜的。感觉我们所要讲的题目是耶稣的呼召，甲亲人的人生梦。